家好，我是九九，今天为大家介绍呢是这一款连身裙哦。这款连身裙呢它是两件式的，外面这一层呢它是针织面料，里面纱裙呢则是雪纺面料哦。这款的袖子呢还是短袖设计，然后上面这边呢是圆领来的，圆领的部分呢它不会做得太高领哦，所以我们穿起来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勒紧哦。我喜欢这款裙子的旁边呢，它这边是做一个凯叉设计的，然后它搭配起白色的内裙的时候呢就很出色哦。然后因为它是白色裙子的关系呢，我们会建议里面穿肉色内裤会比较适合哦。外层的这个针织呢它是有弹性的，我来给你们看看啊。然后它的上身呢它是属于比较宽松的版型，它不会太修身哦，所以我们穿起来的时候呢都是蛮舒服的。我的胸围是37寸半，腰围31寸半，肚腩的话是36寸哦，然后我的臀围的话是39寸。我穿这件 free size 的时候呢，上身这个部位呢是舒服有松动，臀围的这个部分呢它也是有稍微有松动的，穿起来的时候呢不会太紧绷哦。另外呢，这款裙子的颜色呢是非常特别的，我穿这个青色的时候呢才是蛮显白的，然后它比较不挑肤色穿哦。我现在身穿是第二个颜色，这个是灰蓝色来的，然后灰蓝色呢我们穿起来是蛮显白蛮显气质的哦。虽然灰蓝色是比该上一个颜色稍微浅色一些，可是我们穿起来的时候呢也不会显胖哦。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部分呢，它针织呢也是可以遮住我们的臀围的，所以你不担心布料会到我们的臀围的一半哦。这一款连身裙呢还跟我两个颜色，就是这个青色还有这个灰蓝色啦。然后它的 size 呢是 B size 来的。好，这一款裙子呢我觉得买起来呢我们平时呢都可以穿我们不同的穿搭哦，像是外面这一个针织呢你拿来搭配牛仔裤啊、短裤、长裤啊都是非常好看的。如果你们想要看更多细节图或者是尺寸表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哦。然后另外网站下单是最快的，如果你们不确定尺寸的话呢也可以到 Facebook 找我们哦。